有一间有冷气的店，这边的超市啊、电信局都没有冷气，没有冷气是常态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一间甜点店，它服务也没有像一般大陆人那么凶，就是还蛮亲切，还可以免费加冰，对，还要打卡送甜点啊。好，换我了吗？昨天啊，走了一整天的路，实在是蛮累的。而且其实大部分吃都是辣的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午餐来吃这个，还无法适应。